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盖斯，大家好，我们也好。嗨，现在我拍了这个一个紧急的影片，然后这个影片是遇到在日本发现的地震的事情。谢谢很多台湾的大家给我私讯，也有留言区。伊克拉斯还好吗？你们那边是还好吗？没有问题吗？这样子很多人关心我们，这个是真的很感谢大家。然后这个部分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，我们这边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也是还有对我的女儿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出生以来最大的地震。其实我也是因为是之前的东北大地震的时候，我是在台湾嘛，所以我没有体验过在老家然后那么大的摇晃，其实真的蛮恐怖的事情。但是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是没有问题。那个地震就是3月的16号23点36分左右摇了两次。第一次的时候就马上就不会摇了，还可以，还好的。但是第二次那个时候是真的是，因为是我家是木造的嘛，所以很多地方有那种木头的声音，没听过的声音。然后当时是刚好普奇是喝完奶然后睡觉，刚好睡了，然后真的睡下去了，然后就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老婆是那直接马上抱起来普奇，这样子画面马上抱起来普奇。然后因为是房间有窗户，然后离窗户远离一点点，因为是更大的地震的话一定会窗户是破掉，所以要房间的中间一点的地方，我们是挡那个停止摇晃。停下来了之后，因为我们怕还有余震，我是就直接去看爸爸那边，然后就 OK， 那爸爸那边的那东西啊、柜子啊有没有掉下来，这个事情也看了，然后就没有问题。即使见到这样子紧急的状况，医院工作的人他们说是非常的辛苦。改一天他们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稍微聊了一下，因为是我们本来是要租借一个机器，但是完全达不到那个公司，他们是医疗器材租借的公司，完全是电话不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很多在家里照顾的或者在医院看病的停电，然后机器停下来就变成很大的问题，然后他们公司的人是全部都联络或者是去那一些医院啊什么的，真的很辛苦。因为有一些记载是真的一直都要通电嘛，然后才开动的那一些电梯也有，或者是其他的记载，还有那个我们的照顾的经理聊的时候就真的是现在很大的问题。因为是东京也是呢，很多地方停电了。其他的地方的话，在日本的大家的话真的要小心，要过去那个大楼啊或者是建筑物的旁边走的时候，因为很多是因为摇了之后那一些瓦片啊什么的有可能是会掉下来，然后已经有掉下来的地方不要靠近，不要去拍照。即使地震很可怕的是摇了那个当下也是，但是我们要一直学校教的事情是摇了之后要更注意，逃也是要看上面，然后不要靠近那一些墙壁破掉的地方或者是上面瓦片很多的地方，不要靠近。还有嘛，东北那边的新干线也有脱轨了，里面的坐的乘客说嘛，感觉到新干线吓一跳了。所以今天的影片是想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没事，我们的家人，我认识的朋友，我们联络到的我的东北的朋友们，他们说是没事 OK 的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如果真的谢谢你们，真的，我的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也是马上工作的 LINE 那边联络给我，你告诉你们还好吗？你在日本是不是？啊，还好还好，没问题的，真的很温馨的。但是说真的，日本跟台湾两个都是会发生地震的国家。而且呢，很有趣的事情是，有一个外国人说，日本这一次发生地震之后好淡定，我们是常常发现地震的国家了。其他的没有地震的国家的人的话，应该是六度强的地震发现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淡定，如果是没有发生地震的国家，哇，这么淡定的。但是在日本的新闻上或者是网路上也是目前是当然有报道哦，但是没有那种慌张的状况。的确是呢，日本人蛮淡定的呢这一次。但是说真的呢，发生的那一个时间是就其实蛮紧张的呢，小的跟不能很快是移动的，老的怎么办？而且是睡得好好的呢，睡得好幸福的状况的一个人，你不知道就好。另外一个是没办法马上幸好我们家是没有事。真的听到第一次房子呢咔嚓咔嚓不该听到的声音，真的蛮可怕的。大家一起小心吧。はい、那就这样子，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